这是尚明明排练时的表现。不觉得像傻吗？从这回来，行，随便随便，我都能做。现在告诉我，让我去改。没事，明明你先改吧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不要说话。这是韩美娟看到后的反应。好气人呀！我不想跟他有任何搭边的事情了。韩美娟还是没忍住怼他了。可以拿我更多时间去上厕所，有点想吐，太恶心了。不知道是听了什么话恶心。最后，韩美娟哭着表示不想这样。能够理解理解我。还有很多观众期待看到我跟他能够撕起来打起来。